接下来今天要做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呢，我们邀请了几位很会唱歌的人，然后他们来掩护一群很想唱歌却不会唱歌的人。所以这有什么意义吗？就是看不会唱歌的人被很会唱歌的人合完音之后会不会变得好一点。嗯，可这样也还是那些会唱歌的人帮助他们啊。可是他们会得到一些自信心吗？我们会得到自信心，鼓励他们嘛，对不对？好了，想唱歌却不会唱歌的人在我们的对面，欢迎四位，你们好。欢迎四位，大家好。各自选定一首他们的主题曲，然后呢，比较不幸的就是有四位很会唱歌的人要当他们的合音。那这四位很会唱歌的人要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他们帮谁合音，所以很会唱歌的人在这边，欢迎你们。辛苦你们，辛苦。三杰最近出新专辑，四首歌，四首歌，然后我叫他微专辑，出片歌手来当合音啊？这样对你好意思吗？其实我真的没什么太多准备，就是接受挑战。最厉害的歌手是不是只要音乐一下，然后一有那个歌的 melody， 你就可以合上去了？通常是要听到三度音。对，李倩姐，那四个人当中，你比较愿意帮谁？我们只能听到三度口琴。三度音是什么？这四个人你想帮谁？我比较想帮昌明哥。哎呦，真的假的？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同我印堂有发黑。我默默觉得他只要音唱准，我大概就可以抓得到。真的吗？男生，昌明最近烫头发啊？对啊，那个我在一个很有名的理发厅烫的，阿兰理发厅，我老婆啊。这么厉害？我头发都他剪的，他烫的啊。这么神？可是烫发需要那些药水耶。要啊。所以他常常把那个药水淋得我满头，然后弄得全部流得全身都是啊。为什么不去发型屋弄？没有，因为他弄很便宜啊，我们就弄那个药水弄弄，然后整个头烫好，大概250块。可是不好看啊。可是他觉得很好看啊。加点。哎，我还不能嫌他哎。你好像唱过一年还是三年的民歌餐厅？民歌餐厅。哇。对啊。唱过啊。你会弹吉他哦？我C A M F G 还可以。太难的我大概就没办法。可是能自弹自唱应该是四个人里面最厉害的吧？应该是啊。那也不一定啊，因为民歌餐厅分两挂，一挂是很会唱的，例如说在座的四位，然后当年期可能有游鸿明啦、张宇啦、锦绣啦，哇，那他们都在唱，那他们就是唱得很好，所以他们都是高朋满座。另外一挂就像我们这一挂，可能一开始坐上去呢，调音调5分钟，喝水喝5分钟，再跟那个底下的卡拉10分钟。你觉得昌明被录取是不是因为老板认为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可以冒充是游鸿明？游鸿明，哎，你怎么知道？要很昏暗，以前真的有人走错门，然后他其实要去听游鸿明的歌，但是呢，他不晓得这一班是谁，就在台下在那边唱的时候，他以为我真的是游鸿明。林俊逸，这四位当中，你比较愿意帮谁合音？都可以啦，今天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觉得帮谁和可能会就算你付出了全力也救不了他？这样讲会不会让大家很伤心？不会啊，不会啊，他们，我们也坦然接受啊，都来了，我们都坐在这里了。对啊，他不是就赖上你们了，所以也不会。我觉得你们要担心你们自己，因为怕被我们拖垮，就怕连累你们啦。S 觉得谁比较容易拖垮和音的人？我觉得何宇文吧，这里面只有我出过4张唱片哎，可是因为你的唱片不是很多都是垫有其他人帮你唱，然后垫在底下的吗？是没有错，但是我也是能撑4张唱片，也是有我实力在啊。听说你公司的宣传是必须要帮你合音的。我们以前，因为你知道，其实很多唱片公司的宣传是怀抱着歌手梦的，他才去当宣传。然后，所以其实很多唱片公司的宣传唱得比歌手好。然后我们以前应征的时候啊，就是会找比较会唱歌的宣传代。宣传会唱歌哦。对，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唱校园、唱现场，然后我唱的没有很好，他在后面帮我垫一个声音，就我声音很虚会飘。如果要帮你垫一个就是跟你一模一样的旋律，就唱你他唱你的歌，然后我在前面也在唱，我也是有唱哦。但是感觉起来就会变很厉害，然后现场听众不会发现吗？不会，他所以那个宣传就是蛮厉害的。可是这样你下台的时候，宣传会不会对你露出嫌弃的表情？不会啊，我都会分他钱啊。哎呦，真的吗？拿2000给他，就说谢谢你啊什么的。那还不错。而且拜托，因为如果
他应该也不想看到，就是我在唱的时候已经发生这种，就是一直抖音啊或飘走，他不想看到。我们很想看到。我告诉你，我今天准备的很实力很坚强。等一下你会抖音。我女儿跟老公睡着后，我在外面一直练，一直练，练到最后我老公都醒来了，然后就说，在这段婚姻里你有多不快乐，一直在唱。他就我在外面一直唱新歌，他就以为我是，后来我就说我是真的很想要就是唱一下，对，我很想要唱好。好，倒是许腾芳，我不知道他唱歌是什么声音哎。他看起来好像是可以唱歌的样子，应该就是浑厚那类的吧，肺活量很大那种。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自己。可是你当初出道的时候，公司有考虑过让你当歌手？是有想过了，但经过一番折腾之后，还是专心演戏。佩珍，你在这边干嘛？我会唱歌啊，我从小合唱团，然后我们家里又开过卡拉 OK， 然后我以前又绕过军。哎呦！对啊，所以我看现场都很开心啊，都是唱现场，都是唱现场啊。听说他出席活动，厂商还会请他也顺便表演一首歌。对啊，我都可以，而且我去澳门跟那个梁朝伟剪完彩之后，我还有唱歌哎。你跟梁朝伟剪彩？梁朝伟，我是台湾代表，我们在那边那个，你跟他同时拿起来剪那个红条，什么产品？什么产品？就赌场开幕啊，酒店大开幕，你帮赌场剪彩，在澳门知名度有大到可以去剪彩。我跟你讲，那时候哦，侠盗欢迎哎，还送我那个叫什么？卡西欧卡，就是那个钱币钱币。你在梁朝伟面前唱哦？没有，他那已经走了，就剪完彩他先走。哇，我留在现场唱。你是拿剪刀给梁朝伟吧？没有，我真的在旁边有剪。我们就是一群，你是主持那个活动的，我没有主持，我是你是剪彩的嘉宾，嘉宾啊，嘉宾还有谁嘛？对，就梁朝伟啊，很怪梁，欢迎梁朝伟，你是真的梁朝伟还是扮成梁朝伟的？真的梁朝伟，然后那个，好不好？你是看报纸好不好？明明报纸有灯，然后。报纸有没有在你脸上打一个问号？我真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根本没有问他这一题，他故意夹带一个这个消息出来跟我们示威，因为我们下马威嘛。什么场子我都有唱过，真的。你跟等一下，这是现在没有过去哦。旁边是不是还有舒淇？没有，女生。还是说梁朝伟以为你是个礼仪小姐？还是以为你是董事长夫人之类的？感觉就是你捐钱给赌场才可以去的啊，没有。你到底从头到尾除了剪彩之外还做些什么事？就是剪彩完唱歌表演，我就领，就是可以领我的酬劳，酬劳。对，酬劳没有酬劳，你说这个其实没有酬劳，有酬劳。那个赌场还请你唱歌？对，但是在那种就是大家你知道就是两件事都不合理啊，就是请他们来稍微剪彩跟请他唱歌两件事都不合理吧？那个老板到底是谁啊？我那天我也很讶异。所以你唱歌的时候是有穿上衣吗？我本来也在担心我说，对不对？我也在担心你是要做这种表演，可是没有，我真的有穿着衣服，这是一个正当的工作，正当。这不是你演艺生涯的巅峰吗？对啊，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巅峰。我那时候就一离开澳门的时候，我就说我可以退出演艺圈了、啊。现场你不会还跟梁朝伟一起接受媒体访问吧？没有没有，我是分开的，但是我们各自都有非常多媒体在拍照。对啊，我真的想不通哎，我跟梁朝伟这么近哎，我自己都在发抖。他有跟你讲话吗？对啊，没有啊，因为他就在看前面呢、啊，是我一直在看他。是梁朝伟。对，我很想跟他，很想跟他自我介绍，好吗？又不知道讲什么。梁朝伟是蜡像吧？没有，真人，他走上台的，电动蜡像啊。你请问你唱什么歌？当时你说那时候吗？因为那个大部分都是香港人嘛，所以我也想说就唱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中文歌，所以我就唱了《甜蜜蜜》，还有《我只在乎你》。歌手当中有一位是专业和音者，是，对，阿达老师应该没有事情可以难倒你吧？啊。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有一次好像有两次表演有遇过佩珍主持，我有听过她唱。是哦，对，好像还 OK， 过得去是不是？对对对，所以当时你心中没有问号，说为什么有人请他唱歌吗？这件那个晚会的时候，很难预测会有什么状况发生。你说老板居然，老板自己常常也上来抢了麦克风唱歌。所以阿达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只要这个演唱者他本身不会走音，你们就可以和声，是不是？对，只要音准拍子准就这样。如果他太 free 的话，
就抓不到了。合音的人不可以有自己的意见，是吧？也可以，可以。可是，可是不是他那个声部，因为我之前好像前一张不是你的单曲还是什么忘记了，我有合嘛？他的合音编太难了啦。什么意思？就是简单的是哪一种？就是二度音吗？三度啊，没有哆咪嗦这种就很普通嘛。比如他唱咪，我就唱哆。那我唱泥娃娃，你帮我合一个简单跟一个难的好不好？好啊，交给你。给气，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没人爱着他。这是简单的吗？根本就是在自己趁机唱歌吧。你非常投入，搞什么？我把每一次演出当成是你知道真正的演出啊。你有三个小孩，家庭健全，你唱那干嘛？就好像真的一样。我要为泥娃娃发声。你刚刚是简单的，是不是？简单的。那男的你是会不一样吗？会不一样。真的？你来这边，你来这边。加油加油！那你还是一样泥娃娃吗？你要上同一个 OK？ 你要上同一个 key 吗？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谁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勾起我的乳头？谁的问题？你这什么怪音啊你？不是我贴着你的字啊，这是谁的问题？对不对？他拉我。好好一个歌，你们唱像闹鬼一样干什么？你刚才是变什么？到哪里去了？因为你音往上走，我就要往上走啊。可是你第一遍比较好听啊，你刚刚那个不好听。你第二遍是什么？一直很有泛音。我要一直贴着你的二度。你干嘛就贴着我？那我离你远一点嘛。贴我了。配件林俊逸深情合唱曲，继续与王作轩的定情曲。之后，小珍要介绍一个男生给我认识当男朋友，然后约我去 KTV 的那一个人，结果没有来。所以是小珍帮你安排了一个真友的对象没来，就你就痛哭，现场就有人可怜你，就你先生。唱泥娃娃，我听看，听一下。你要唱什么 key？ 泥娃娃的泥娃娃。好，预备，开始。泥娃娃，泥娃娃。你为什么泥娃娃都会唱跑调？我还唱到第三句，拜托。好自然的套拢啊！哎，为什么他不能撑住啊？因为有的和音，如果你走的跟主旋律太近，然后主旋律会 confuse 说，哎，我是应该要踏右脚，还是要踏左脚？最擅长的歌是哪一首？红鞋女孩嘛。哎，红鞋女孩可以合吗？红鞋女孩很难合吧？谁要合？阿达来帮他合。OK 啊。我红鞋女孩，等等我，红鞋女孩，等等我，我有话儿对你说。哎，成功了耶！不错哎，你也被拉人跑掉哎，一直在苦练这首歌。因为阿达老师是用最基本的和声，对对对，我也不会难的啦。这首歌像他比较深一点。林俊逸，你可以有难的吗？不要难。红鞋女孩，你站在他旁边。我红鞋女孩，等等我，红鞋女孩，等等我，我有话儿对你说。哎，马对不对？最后有走到稍微马一点点，可是还不错，多多少少。你怎么红鞋女孩会唱的？可以嘛，这是最会唱这首歌了嘛，对不对？在家里都苦练这首歌，没有人可以把你拉走哎。其实没有，因为这首歌我真的唱得蛮稳。保全把他拉走，那就一定走了。好，今天还有刘明湘呢，是参加星光大道《跟中国好声音三》的歌手。听说去参加《中国好声音三》是因为你想要证明给大英。
看说你很会唱歌？那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主要就是可以借这个舞台，希望更多人可以。你跟那英遇到是在康熙耶？对对，四年前。那次怎么了？就也是很临时的一个通告，然后必须要唱那英老师的歌，所以我就选了《心酸的浪漫》。嗯，然后唱了很不稳，然后很紧张。就那英老师还说我后面的话筒也都一直在抖，所以就只没有表现得很好。唱完之后他有给你评语吗？他有帮我签名，就说唱得不错。那就 OK 啦。但是他的签名写唱得不错，就唱得不错，然后就是签名。对对对。所以你后来去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有证明给那英看说你有进步了。就最后他也为我转身，所以蛮开心的。你在中国好声音是选了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来看你在，好像很受好评耶。就是我在微信上好多人转这一首，哎，真的，这是金志娟的歌。金志娟的歌啊，所以你当时选这个歌是你应该没有机会听过原唱吧？选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毕竟是从美国来的，然后我也是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是就是要追我这个音乐的梦想。OK， 又漂洋过海来到好声音的舞台，也继续坚持下去。所以就我唱这首歌都有很多画面。对，因为我们今天就好好听他们唱歌就好了，对不对？对啊，其实可以不要玩，多好嘛，多好看的一次。我练很久，我们也可以帮他们和声嘛。我跟你们商量一下，就是我可以听一下《漂洋过海》。好啊，好嘞。哎，他那一集我有看，他真的唱吗？我们可以听一下吗？可以。那我今天有点感冒 ，OK 吗？没关系，没关系，他们都不会唱歌了。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好多哦，虽然轻轻的，可是很有感情。对呀，啊，我以为要不要来两句？我们今天可以听那个，还有大家的新歌嘛，对不对？为什么有人感冒唱的比我们正常？他的歌是我们都不自觉想要帮他合音，但我们都忍住。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抽的话，对不对？四位歌手，我们就照悲惨的程度来排好。悲惨，比较不悲惨。你认为许腾芳应该比较不悲惨吧？不敢悲惨。他看起来就是那种小时候唱合唱团，然后就那种稳稳的吧，稳稳的，无聊的。对，我觉得佩珍应该比那个侯昌明好一点。所以昌明哥是最悲惨，昌明最烂吗？因为他今天发型太丑了。你是以貌取人吗？好，那我们从刘明湘先抽。还有，来吧，好，你别抽了。抽到谁呢？紧张哦，请看。好紧张，不要抽到。你抽到谁？侯昌明。侯昌明，你好厉害啊！哇，好糟糕，男女这样难起来吗？昌明哥在练习，很少厉害。没有，我蛮厉害。我是担心我会拉走。来，我们再给下一位抽哈。谁？许腾芳 ，OK， 这一组应该比较安全。这是我完全不熟的一个。林俊逸来，林俊逸，请抽。抽到的是，请看。啊，对不对？佩珍啊，恭喜你！恭喜佩珍，恭喜佩珍！恭喜阿达老师何宇文啊！恭喜你，我是最热情的选手，我们一定赢的。恭喜恭喜啊！阿达，你听过何宇文唱歌吧？啊，我没听过。对啊，他出过四张片呢，而且我的制作人都很有名。那个一休和尚，你有听过吗？哦，没有啊，其实我蛮少听国语歌的，只有工作的时候听。对啊，何宇文今天选的歌是
我选那个我的歌声在对，在我的歌声里。可是这首歌不好唱，难唱，蛮难的，难唱。其实我是一个竞赛型的选手，我通常都是对不对？竞赛不是因为这首歌，如果你本身声音没有磁性，就唱不出那个。我有磁性啊，我有磁性啊，有吗？有啊，就是我是属于有一点点酒嗓的童音，算是我先对。我老公说我是拿酒来吗？喝酒的声，他说我是天生就是有点酒嗓的童音，然后我老公也有特训我这两天，他有教我唱歌。你老公很会唱歌，他很会唱，他真的很会唱。我其实应该觉得下次应该录一些他唱歌给他，非常厉害，给我们听。他可以唱得上去张雨生的《天天想你》跟星月团 的这么高啊，原替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替你先唱歌？说的也是，因为我就是觉得我觉得他唱歌的时候，我是会爱上，重新有那种就是像我说的感觉，就是恋爱的感觉这样。许腾芳选什么歌？冰雨，刘德华的冰雨。为刘德华的冰雨？为什么？刘德华的，因为比较安全。冰雨是安全的歌，哇，完了，我待会都不会唱。冰雨我有点不太熟悉。冷冷的冰雨，就他的 T 是比较平。冰雨你会？对啊，很红啊。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哇，唱两句就好了。你是李圣杰的话在唱歌吗？还是刘德华？我自己的 style， 你最近唱歌怎么进步了？对啊，其实我是 OK， 有时候在节目上面效果嘛。你最近有练什么歌吗？很多很多。你不熟这首歌哦？完全不熟。所以假的怎么喝？我靠反应啊！我本来想说酷哎，我们要不要换一下一首歌？英文歌我 OK 啦，那个 Careless Whisper。哇 ！No,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哇，你是乱想，太难了，考倒我了。不然我跟你讲，李圣杰，你如果很担心冰雨的话，对呀，你可以在另外三位老师当中再要求一个人帮你一起喝。太好了，你要找谁帮忙？这两位都很好啊，可以，好 ，OK， 都可以互相支援。冰雨你可以帮忙，对不对？啊，那昌明，你选的歌是《爱情酿的酒》，这很难，这应该很好喝吧？对啊，因为它原曲是没有合音的。佩珍，你选什么歌？我选《Beautiful Love》。嗯，为什么？蔡健雅的这首歌对我意义非常大，请说。因为它是在梁朝伟面前演唱。侯昌明化身邱阿姨，与刘明湘行歌对唱。我看不了你的身，受不了你的头。不要回头。这远方也传来很多和声的，对，好多，对啊，这演唱会规则，真的，邱阿姨你真的很会唱哎，对啊，看不出来，表情不诚实，你真的啦，对啊，搭配从后面看邱阿姨。小珍要介绍一个男生给我认识当男朋友，然后约我去 KTV 的，然后呢，那一个人结果没有来。怎么会有这种事？真的，所以我那天很难过，很失望，因为我很少叫人家安排介绍男生，我觉得我自己怎么这么丢脸，到这种地步，好绝望。结果就点了这一首歌，后来我就唱到大哭。这时候坐坐就飘过来了，其实坐坐就在那个场合，所以我是怎么可能坐坐就在那个场合？就一群人陪我们一起去啊，那个男生没来，但是有一群其他的朋友，就是有小珍的，还有的那个李静良，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所以我是唱了 Beautiful Love 这首歌大哭，觉得我怎么那么惨，然后这时候坐坐就过来说我可以陪你喝没有关系，就是他就来陪我聊天，然后我们就因此而认识，然后到现在。所以是小珍帮你安排了一个真有的对象没来，就你就痛哭，现场就有人可怜你，就是你先生。可怜他，我快抱起我回家。我真的觉得他做好人做到底了。那你现在没有觉得他是在捡别人剩下的吗？没有啦，他那天就觉得我怎么这样子，怎么女艺人有这么惨的，被放鸽子在那边大哭的。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讲就是我跟他对算定情要认识的歌这样。所以你当时没有觉得很羞愧吗？我觉得蛮失望的，因为我看过那男性照片真的蛮帅的。后来还有机会查出来他到底干嘛放鸽子吗？后来。
在听说在最后最后他有出现了，可是他是带着他的以前女友啊，所以就是给你面子，对，这样子他才不敢太早出现。所以他就是摆明了没有要跟你在一起嘛。对，所以就是小珍就是乱搞啊，一场误会。可是我很感谢他，因为就是这样的误会，我才会认识。所以你当晚就是抱着不管谁都要带一个人走就对。没有啦，我只是当晚我很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也很好啊。可是如果当初小珍给你看的是你现在老公的照片，你会去那个局吗？会啊。对呀、啊，怎么会这样觉得？一定去啊。你这问题很好，因为等于说佩珍发现该出现的人没出现的时候，他就应该扫描场子里面还有什么可以下手的对象，然后就会扫到他先生才对啊。你当时怎么会你只顾自己哭没有先扫一遍吗？因为他坐很远啊，那其他人都有已经都有一对一对的了，那他是自己一个人，他坐很远，然后我当然根本没有看到他，没有太注意，但而且我又在哭，我眼眶泛着泪，我看不清楚。后来擦干净才说，哇，原来你看，就在我身边。凭良心讲，你老公是你的菜吗？是啊。因为我还问过很多女性，他们都说他们的老公不是他们的菜。那干嘛嫁了？博弈提马赫啊。没有，他真的是我菜，我就喜欢就有点斯文，然后又有一点点肌肉。他肌肉是最近自己做出来的。他以前是胖子，然后又有幽默感。他那个肌肉摸起来感觉怎么样？很好，很像真的、啊。想肉真的还是一样有效果吗？一样啊，所以你现在唱这首歌应该是很开心吧？我现在唱这首歌，我是一种感恩，真的 beautiful love， 太美了。谁要帮佩珍和谁？你啊，两位上场吧。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好像有点掏假包，我用的假音了。刚好像走在 KTV 的走道上，门被关了。你说酒包厢没关门，就是路人到不行的歌声，这样子很用心唱哎。可是我真的平常出去表演也唱这样子的歌声吗？会比这个好一点。我觉得还是刚刚那个很好抖，刚刚那个很路人呢。真的吗？对，就是没有情绪的那些转折啊。哦，我自己而且还说是你的定情曲，结果你唱得很没有感情啊。啊，我内心好澎湃哦，可是真的有比较紧张。前面三句几乎是有点在那个音准的边缘那边飘，对不对？是，然后他最后冲上去干嘛？后面就是要这样啊，就是爱在飘。他最后冲上去，林俊逸是不是也抖了一下？有一点。就是也不是很确定说要和吗？林俊逸他歌声算无聊吧？
可是算是音准拍子都还 OK 的。可是为什么那么呆板啊？我觉得可能是紧张啦。这首歌本来是好什么很好听哎，是，可是蔡健雅的歌本来就，刚刚我一直就是，我心里一直绕说让林俊逸唱，叫那个陈草的人走开那样。对，我觉得他好，他你对我太好了，因为他都好像怕抢走我的风采，所以他只有唱一点点而已。因为我怕贴就要贴字，他就会受迫害 hold 不住。可是你会唱这首歌吗？其实不是很熟。但是副歌还是会唱。你可不可以用你自己的主音唱一下副歌？哇！我很快乐，你会了解我，我不会再哭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勇敢的爱着。哎，后面就不太会了。很好听啊，这才是唱歌。好初恋的感觉，是吧？这个调是对的。他这个感觉才是碰到白马王子的感觉，你那个感觉就是感觉是，你那个就是碰到做作的歌声。何以文试图演唱 R&B， 却惨遭众人嘲笑。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一般人唱歌的差别，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很有感情，可是别人听好像还好。对，很多不会唱歌的人，其实内心澎湃的跟什么一样。我超澎湃，刚刚我几度在感动，好多画面呢，你们都看不到吗？我的画面就是，我的画面就是走在 KTV 的走道上，听到门背后有回音出来。太可惜了。OK， 真的是这样子蛮好的吧？谢谢阿达，其实这样蛮好的，对，总比那个有的人是。就是唱得很花枝招展，那个对，那个更难和，宁愿平板的，对，这样平平的这样，以我们要和了来说的，OK，安全的，对 ，OK， 是。好，许腾芳，那个等一下你的和音会有超过一个人以上，因为那个哇，声音好好听，他会一起帮助你，好，来上场吧，谢谢。是在等待你的。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曾无奈。好好的一份爱，啊，怎么会慢慢冷冷的冰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爱欲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被压伤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悬崖上的人，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不熟啊，你们真的有合音吗？有啊，有，你们在呜呜的耶。对，因为呜一个人很难，就是听起来会很呆，呜要。两个人以上，对，比如他唱，比如他唱拉，我唱哆这样子，对啊，才有合音嘛。如果主唱来唱，然后我们一个人这边呜一条线，很糗，一个人呜很蠢，对，对，很蠢这样。那你们刚刚是两个人呜，两个人呜就比较没那么蠢了。然后我只听到李心洁最尾巴那一句唱的，这是重点。还是说许腾芳是不是威力太大？就是他是不是唱歌太大声，然后又是一块搬不走的石头？那你拉着吧。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没掌握到，我有点吓到，后来就慢慢回到正轨了。他很大声啊，我这次不是在走道上，我被拖进房间去，拖进去，他在包厢里，我被拖进去。这个人喝醉了，
真令人火大。你们三个人，你们自己讲，刚才歌可以听吗？我觉得佩珍唱的还不错。没有唱的时候，我就跟唱片哥说，我有听到他就是在那个练唱 rehearsal。对，我说相信我，我说我觉得我们有赢面了。真的，他这、啊、他看起来不像唱那么糟的人呢。他看起来很会唱，但是你不会在 KTV 还得到过赞赏吧？当然是没有啦，唱气氛而已。你没有气氛啊。拜歌的时候会有气氛，但是他不容易被影响，你看他很稳呢。所以这种人要帮他合声很困难的，因为他声音本身音质又很明确，很大一块啊，嗯。所以你们俩刚才后面呜的时候没有什么帮助哎，真的吗？听不到，你们可能要到前面来，对，一起才会有融合的效果吧。可是，而且我觉得回音如果大声一点，对于主唱可能比较有安定的效果。你说可以不用那么客气，是不是？对，直接压过去就没。我觉得我们刚合的有点客气，对你们很客气。对，好小声，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大声，和声越大声，主唱会更大声，然后就会更有自信。真的吗？因为我们不是专业，我们会紧张。但我们也是怕他越来越大，等一下破掉怎么办？就是他这种帅的人在包厢里，就是女生应该也不会太在乎他歌日如何吧，就大家就觉得来玩的好。对，然后很邻家男孩，就是可能想跟他一起在 KTV 对唱，因为他很好配。对，还可以配酒啊。对，还在啊。剩下这两个，应该是昌明厉害一点吧。应该啦，他出片哎，对啊。可是你唱过民歌西餐厅，可是我是自唱。我告诉你，一年唱的现场，可能胜过我出道这二十年唱过的现场。我十五年没有唱歌了。哦，他刚刚泥娃娃乱七八糟哎。对，这也难受。所以你的歌是《爱情酿的酒》，然后是刘明湘要帮他合，是不是？对，不熟，但是我尽量。其他人帮你一起合吗？都可以啊。你要不要大声一点？因为他好。毕竟那首歌也是比较气氛，对，气氛，气氛，可以吼的。然后两位上场，加油，加油，加油！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喝它吧，别走。真的，对，你和声好多，对啊，这演唱会规格哎，怎么唱？你真的很会唱哎，对，看不出来，表情不诚恳，没有真的啦，只是说搭配，从后面看人家邱阿姨，但是整个演出是很难。可是说实在，我们很紧张哎，而且前面我觉得 A 段抖，所以你以前在民歌餐厅的时候，就是唱比较高的 key 吗？以前还可以，以前有人在说我的音色，那时候声音没有坏掉之前啊。怎么办？他得意起来了。他也有得意。没有坏掉之前，有时候比较偏向像林志炫那种比较干净。哇，所以但是不是说我可以唱那么高？他说比较干净。你现在的声音有坏掉吗？坏了，我完全坏掉了。不会啊，听起来还 OK。没有坏掉了。主持节目其实他那个用力的方式不对，他会比唱歌还要伤。可是你刚刚还是唱上去了。对。对啊，但我快脱缸了，我觉得好。好听哦，那音太高了，听起来还 OK， 真的吗？蛮好听的，还可以吗？是我以前发现最好听的，对，真的蛮好听。问题不在音准跟拍的，他问题在比较老派一点。对，你前面夸奖这样，有老派的唱法，你要怎么配我的发型吗？不是，他说像杯酒。你要拉到哪里去？因为这是一个摇滚乐，应该唱直一点，对啊，就直一点。因为香杯酒，这个就我就不要。严哥，他是邱阿姨，没办法。对阿达，如果唱直的话是怎么唱？就有人告诉我，
爱情像杯酒，就这样的话就很直接，对 ，rock 对啊，直的。你会变得好 man 哦，对，他是油腔滑调那种。像杯酒。有点日系，这样超难合的，对，很难合。你们就要陪他一起这样，对啊，是是，而且要跟他振动频率要一样。一首这个歌好像感觉上很适合拿卡西的感觉。怎么办？我要听何雨仁唱歌嘞。哇、可是帮他合音的老师是很强的、啊，对，应该没问题吧？对。加油！这个合音有点难，我可以带小抄吗？请啊，请啊！啊，两位请上台。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世界之大，为何我们相遇？难道是缘分？难道是天意？耶！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噎，他就把我叫在旁边说：“你记得待会儿所有要噎的都要噎。”应该故意整你吧？故意整你？我眼睛快要抽筋了啦！我眼睛快要抽筋了。他打根本没有要秒的，我本来没有。他打放给他烂的。有，我尽力了。怀疑你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我尽力了，你根本就在整他。没有，前面麦克风好像没有开。对，谢谢关教，好，你看。你们不要笑，我会笑成。你不要笑，我就可以噎啦。其实不噎也没关系。问题你刚刚唱到那个，或者你自己笑了。我们没有笑啊。你这样唱有点像胖子。你知道我没有唱好这一场，我回家被扣家用了。啊？真的假的？真的啊。你先生说你练那么久还唱不好，这样他就说，因为我唱不好的时候会迁怒他跟小孩，然后又说什么我最近通告很多，他说你最近很红，那家用是不是应该少给10000？所以你是说你要再，还是说你可不可以一段让你重新唱好？打回程，然后老师的麦克风也他也开，因为我也不想输给他。你要不要噎？我不要噎，我不要噎。叫你自己的，加油加油，大声，叫我自己的。会加油的，他打了麦克风有吗？好有，就从哪里？是麦克风大一点。我的 A 口打。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耶耶耶，加油 OK 好，耶你个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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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你个头
R&B 的人应该不要，就不要勉强。对，其实把歌唱干干净净、很诚恳就可以，很动人了。可是他声音很虚耶，我声音就是要垫声音的那种，对不对？对，你的宣传真是难得，真的。我就说，因为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要帮我在后面垫一个声音。可是你确实是有烟嗓哎，还蛮沙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太吼小孩吼太多。今天谁最差哎？其实许腾芳吧。真的吗？不是佩珍吗？你是许腾芳，我根本一秒都不想听。给我一秒钟。我不能最后，我要被扣一万的，拜托。好，那我最后。所以请问今天这样有开心吗？还不错啊。真的吗？你唱那么好，当然开心。没有，那是因为我选歌选的比较投机取巧。是。因为我这首歌不需要太多的感情。因为如果你们不开心，我们今天这集就没有意义了。就开心，开心，开心。这辈子也没有专业歌手帮我们合过。真的，对啊，我想下次他们也不会再来。辛苦各位了，谢谢，谢谢。